塞恩爱，还蛮开心的。对啊，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，然后就是休息了一阵子，我啦，对。对啊，很开心，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。会不会跟女儿吃醋啊？还好。真的吗？还好。有时候会啦。女儿那么可爱，想不想带她再添下一台？这当然会啊，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啦，他刚生，给他一点时间，对啊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但还是当然还是想要，对啊，那么可爱，对啊，应该多生几个，生个篮球队。爸爸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 hands on 的那个爸爸，对啊，他有什么东西他都会帮忙。我觉得我给他。9.9 对，这个太高了，百分之十分，这个百分之十分，这个太高了，对，我谢谢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